哇，厉害！他说这个也是浙江省队的，这个拿那个。是并列这个国家。你也不认识啊？我上次看了他一次的。这个宁波大学学生是吧？我不大认识，他们是说是那个浙江省队出来的。对呀、啊，长枪多用嘛，对方长枪不会打，如果对方长枪不会打的。长枪不会打，多用长枪。同时打板，总教练打板。哇！就是一定要等他冒高这盘。对，拱完以后这盘时间会定下来，太苦，因为他在防啊。这一招好打，我觉得对方长枪不会打。长枪一点都不会打的。是。哎，那个苏哥导板的速度手很快哦，转过来。小王，肯定小王。所以你会打，完全都知道他的套路了。他长枪不会打，是一定要多用长枪嘛，不用长，不会打长枪。正交他们很好的，打正交。哦，根本就不怕。苏哥先用长枪把他防住，再进攻。对方长枪不会打。哇，厉害厉害！他苏克是发一个下旋球，他发的应该是下旋吧？刚才用正长脚发的那边，正脚发。正好，创造机会跳上去的导板，加油！舒克拍的这板质量还是很高的，搞笑，Yeah.
他这攻招厉害，打中决胜局了。这就输了。对方长枪没打。先看看公子二，看看公子二，对。还是有差距的，打不出来的，这个追是追不出来的，很难追的，打崩溃掉了。差距太多了，10-5，你说10-8你还撑住？